稳定、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职责使命。在警卫执勤哨岗，在应急处置现场，在抢险救灾一线，武警官兵用对党、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和无私奉献，为社会和谐、人民幸福撑起一片安宁的天空。这个多好，你可以摁一张固定的照片，摁一下就行。